你知道有一种人适合吃这个？谁？就是像我这种哈、哦，不喜欢吃到手湿湿黏黏的人。啊、哦，有一些人他想吃水果，可是他不喜欢吃到湿哒哒的，吃完不粘手。啊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对，吃完不粘手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芭乐干非常好，我也是觉得芭乐最好吃，香哦，这芭乐。芭乐干比较有口感，有水果的感觉。对对，我觉得芭乐干超像芭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错，它就是水果啊。我觉得芭乐的我很惊艳。嗯，我也很喜欢吃芭乐。嗯，芭乐很好吃，芭乐很 Q 弹。我是觉得民众党之前之后的活动可以拿我们随时都打开，也不用有相信这个要分的时候不够冰怎么办这样子。看一下它的草莓真的是这样子、欸，对、啊、草莓啊，原颗草莓啊，原草莓，这个很厉害、欸，草莓很好吃。我这是我的最爱。我想吃水蜜桃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这样一整包一百多卡，那很棒，很低啊，不会很低，不会跟鸡胸肉差不多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嗯，我现在就决定今天要买，要下单了，下单了。哎呀，工作那你就摆在那个桌上嘛，家人就是坐那里看看电视，摆开吃。这个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在看电视啊，喝茶、喝咖啡、看电视都很好，好吃呢。